以前在香港讀名校咧，咁就好殘下嘅。佢係國際知名嘅橋梁建築專家。讀書又叻啦，運動又掂啦，天生就係睇唔起人嘅。佢認為靠自己可以築起生命偉大嘅橋梁。前途喺你個手度，你點解要去即係嚟到去依靠一個好似虛無縹緲嘅神呢？十八年嘅成就，佢真正揾到築橋嘅奧妙。香港是国际知名城市，有很多伟大的建筑物，其中连接香港国际机场以及市区的唯一行车通道是这条青马大桥。它是世界上最长的行车铁路商用悬索吊桥，亦是全球第六长的悬索吊桥。悬索吊桥乃是指这里有33400条直径 5.38 毫米的钢丝，用空中绞织的方法组成，而每条钢丝有住50000公吨的拉力，所有钢丝加起来的总长度有成160000公里，足足可以环绕地球4次。这30000多条的钢丝就支撑住全长2160米、桥塔高度有206米的青马大桥。这个计算精准又难度极高的设计，令青马大桥以及包括香港国际机场在内的机场核心计划，在1999年荣获美国建筑界权威及编辑选为20世纪十大建筑成就奖的得主之一。这座闻名国际的伟大吊桥，由建筑到1997年5月落成通车，只是用了5年时间。其中应记一功的是香港拥有一套先进的桥梁结构健康监察系统。这套系统令工程能够在安全、有效率又环保的情况之下完工，工程的结算价和工期都能够掌握得非常准确。现在全世界来说，在这个桥梁监察系统里面，其实香港叫做是个叫做首屈一指，因为香港政府就很肯摆钱落去来做这方面的研究发展，还有很多的资料呢，其他的地方现在调转要找回香港来做见证，很多其他国家 的专家呢都要向我们来请教。目前在澳洲 Brisbane 布里斯本担任昆士兰大学高级讲师的陈鸿天博士，是这套桥梁结构健康监察系统的工程师，亦有份直接参与很多伟大桥梁的建造，青马桥啊、吸水门桥啊，同埋系丁九桥啊，咁我哋都系嚟到去研究嗰个桥梁特性，咁政府佢哋就会设计同埋建造呢条桥，譬如话青马桥，佢起桥塔、拉桥索，就再吊桥，全部每做完一样嘢咧，都要即系我哋嚟到去帮佢哋做测试，再俾翻个即系引证嘅。我知道 Tommy 佢係有份喺呢個青馬大橋興建上邊做一啲諮詢啊、顧問嘅工作。電視都報紙亦都睇過青馬大橋落成嘅時候，都有人去訪問佢。傳媒多數第一個就去揾佢嚟到訪問佢關於嗰啲嘅學術上嘅問題啊咁嚇。健力士記錄裏邊啦，係都有佢嘅名啊。網友朋友講佢入咗一個叫 Who's 嘅世界名人錄啦。咁佢自己咧都冇直接咁樣提嘅，只係佢身邊嘅朋友咁同我傾起，咁我先知道嚇。同佢認識咗真係好長時間，咁我一路咧就觀察佢人生有冇變，因為後生嘅時候可能學生仔啦嚇，咁但係到有名有利嘅時候，好多人都會變噶嘛。咁但係咧，佢俾我嘅印象咧都係一樣啊，係一樣，好謙卑，係一個好愛主耶穌嘅人啊，咁啊，好愛家庭啊。好樂於幫助人一個人嚟嘅，我覺得我眼中嘅爸爸咧係一個好識為人設想嘅咯。佢係基本上可以未試過諗自己咯。爹哋好為人犧牲啦，即係佢好多時候都諗起人先再諗自己啦。佢唔會諗自己損失啲咩，係會為人哋會得到啲咩咯。
在家人和朋友眼中， Tommy 陈鸿天博士谦柔又乐于助人，但是他年轻的时候原来是很自负的。我以前在香港读名校就很沉下的，读书又叻啦，运动又掂啦，天生就是看不起人的。当时他很看不起啲基督徒朋友，即系好多时候同我传福音嗰啲，我会觉得你讲你唔够我程度，你梗系想传福音，要我信你啲嘢跟你啦，你冇嘢叻过我，你就唯一叻过我就好似即系信咗呢、这个基督教咁样，咁所以亦就系对基督教就系好睇唔起。少年得志嘅佢一直好想读土木工程系，做一位出色嘅工程师，点知考取香港嘅大学入学，佢遇到人生第一次挫折。畢業的時候我的成績是可以讓我去大學讀，我就都是揀土木工程，到最後就不夠分讀了，因為在當時81年來說就要四個 A 的人才可以讀到土木工程的，很大的挫敗又很天真，即是你根本你不夠分，你就要面對現實，你就去揀其他一些。 我自己這麼喜歡那樣東西，我就不肯去面對現實，就於是就沒有讀書，只是在家裡面自修樣。之後 Tommy 陳鴻天選擇出國，他来到澳洲布里斯本的一间大学读土木工程。本身在名校过来的，以为英文很掂，但是谁知道他这里的英文讲的东西他又听不到，他们答的东西又听不到，即都挺气馁的。除了言语上有阻隔之外，陈鸿天还要面对寂寞。在80年代初期的时候，以一个20多岁的后生仔要去到一些冇乜華人，又好像一個好似俾個感覺很落後的地方，是不是很開心？我哋是同一年由香港嚟呢度讀書嘅，但因為嗰陣時唔係好多香港學生，所以我哋關係非常之係親近。讀書之餘，陳鴻天去做侍應生，賺啲零用錢。最容易賺錢嘅只係即係托下餐啊，或者係 serve 下人啦。如果係嗰個客好啊，俾多啲 tips 嘅時候就好開心啊。咁啊，成日睇到啲錢多啦，咁啊諗住買車啦。即是追女仔啊。当时他的好朋友 Johnson 以及另一位都是基督徒的朋友，很积极地邀请陈鸿天回教会。他们两个呢就很多时候就跟我来到去即是讲信仰啦。我说你要傻，我不赚多些钱，礼拜日最好赚的时候你叫我礼拜日回教会，我不会听的。同埋我不嬲，我对信仰来讲呢都好即是好睇小信仰，因为觉得你好地地一個人，前途在你的手上，你為什麼要去即是來到去依靠一個好像虛無飄渺的神呢？也都我自己很信科學的，那就是因為這樣呢，就會覺得來說呢，他們的人無知，即是來到去才信的，即是這些迷信的。有一次的時間呢，他去騎馬，咁啊跌咗落嚟呢，就跌斷咗隻手。咁佢入咗醫院嘅時間咧，就我哋日日都去探佢。佢哋就係真係對我好好，即係對好多方面嚟到照顧我啊。咁我就會覺得嚟講咧，我點樣可以做到兩全其美咧？就係話又得到佢哋嘅友誼，同一時間唔好俾佢哋咁囉嗦，叫同我講耶穌嘅嘢。自負嘅佢諗到一個辦法。咁我就諗到個方法，就係話咧，我咧就去基督教書局，就揾啲基督教嘅書。我睇嘅時候實睇到佢漏洞噶，實可以嚟到去。去即係駁翻佢哋，到時駁咗佢哋嘅時候，我又唔使信，又可以同佢哋做朋友啦。睇下睇下，覺得幾驚，即係覺得如果真係有神嘅時候，哇！如果裏面所講嘅嘢係真嘅時候咧，咁我又唔信嘅時候，都好弊喎。我嗰陣時就大學一年讀緊即係thermodynamics， 即係熱量動力學，就讀到咧就係講到話係即係嗰個嘅entropy 即係混亂度咧，係越嚟越大嘅，就即係冇理由係會啲嘢係會進化而來嘅，只會係越嚟越亂啊！即係你擺到啲嘢嚟講啊，只會咧就使到佢發毛生鏽嘅啫，唔會使到佢變咗啲好嘢出嚟噶。咁即係會開始諗，會唔會話係真係即係呢個世界唔係進化而嚟，而係創造而嚟咧？創造而嚟的時候，你就第一個因是一位有情有義的神。如果你進化而嚟，你的第一因都是要有一樣東西是被你爆炸出來的。那兩樣東西來講，你信一個無情無義只是混亂而來的理論，還是信一個有情有義跟你一起同行的神呢？那我
我當時會覺得嚟講，個如果係機會率呢個時候，可能真係有神嘅機會係更加大喎。咁對我當我諗咗嘅時候咧，開始個人咧就冇咗咁主觀啦，開始客觀咗好多啦。坐喺醫院咧，咁佢就比較有時間去思考呢個信仰嘅問題。咁後屘佢就同我哋講，佢想進一步去認識關於呢個嘅聖經同埋耶穌。出院之后，陈洪天好认真咁读圣经翻教会。有一次，一位教会嘅导师同佢清楚咁讲论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嘅真理。即系你做嘅罪，本来要受责罚嘅系你，但系耶稣基督替你受责罚。你只要相信嘅时候，佢死就同你系好密切嘅关系。我就当时嚟讲，我好心感动，就系谂起，哇！我嗰时成日笑基督徒，成日睇唔起基督徒，但系神原来连呢啲嘢佢都会嚟到去。即係接納我嘅，唔計較我嘅時候，咁我好感動，就喺嗰個下晝裏邊，好自然咁樣咁長老問你願唔願意接受耶穌基督為你救人救主，我願意。信咗耶穌，陳洪天心裏面充滿喜樂，但係當時佢嘅女朋友仲喺香港。信仰会不会令这段关系有变化呢？即他未信耶稣之前呢，其实写的信呢就全部都是即、甜言蜜语啦，即、全部都是讲爱情啊这样的。但是自从他信了主呢，即他突然之间他觉得没什么是重要得过呢要跟我传福音咯。将来他不信耶稣只得我信呢，可能很多的概念啊，很多理念啊，会不同，会有很多冲突啊这样。那当其实看到其实是很反感的。即係會覺得點解話你一信咗，你會覺得即係呢個神好似仲緊要過你對我的愛咁樣嘅。咁所以咧，我寄俾佢啲信咧，佢就淨係睇頭同尾嘅啫，中間就唔會睇噶啦，因為中間知道我係講信仰嘅。佢同佢女朋友好好關係嘅。如果嗰陣時候佢係未信耶穌，所以覺得佢自己信咗耶穌之後咧，就可能會有少少嘅阻滯喺度。咁我哋同佢一齊嚟到祈禱啦。祷告后冇几耐 ，Jackie 竟然喺香港接受朋友邀请参加教会聚会。有一次牧师嘅讲道啦，咁佢咁样讲嘅，佢话其实有好多人唔信，咁就话睇唔到。如果到你人生嘅尽头，哇，原来生命完咗之后先发觉，吓、啊，原来呢个世界有神噶，咁就会好唔抵咯。咁佢话其实你可以同自己嚟一个挑战啦。你试下今晚开始就向呢个宇宙嘅真神祈祷。既然讲到呢个神咁犀利，我又试下祈啦咁。咁于是，我真系跪喺度祈祷。好奇妙嘅，乃系 Jackie 亲身经历到真神耶稣垂听佢嘅祈祷。当时 Jackie 正系申请紧要到澳洲留学。我申请去澳洲咧，亦都系觉得系冇可能底下咧，就有学校会收我。咁于是，我都开始觉得。即是啊，这个神都好像听祈祷的、哦。后来 Jackie 下定决心相信耶稣，亦接受洗礼。加上留学申请成功，他很快就来到澳洲和陈洪天相聚。无论是家庭定是学业，陈洪天都有如意的发展。他心愿是拿到土木工程系的博士学位。我那个导师呢，他那位教授是一个好的基督徒，他跟我说，他说这个世界上面博士衔头人多到不得了。他说但是来说很愿意为神来到做见证的人不是那么多。如果你有机会拿到一个即博士的学位的时候，这个是神给你一个的职份，你可以来到去为他来到做见证。神是会有一个的目标给你，你做人是要来到去很正面，好乐观，好积极嘅。爸爸想我哋咧，好多嘢都做好啲，即系等人哋知道我哋系个基督徒。如果我哋知道我哋系个基督徒嘅话，就会觉得吓，呢个基督徒都几好噶喎。因为爹哋系基督徒咯，我谂佢以神为榜样，咁所以我亦都以佢做榜样。好多人以為基督徒啊，你樣樣嘢依靠神啊，或者唔需要努力啊，就乜嘢有神預備啦。其實唔係咯，神話俾我知道，神係愛護一啲幫助一啲願意自己努力嘅人，佢會喺後邊嚟到去補足。You try the best and God will do the rest。
陈同天在1988年取得博士学位，而他将对耶稣基督的感恩转化为向朋友传福音的动力。初初识他的时候，他已经是读书很厉害，过目不忘，他很年轻已经拿到过一个博士学位，待人宽律己严，他很懂得体谅人的难处，但是对自己的要求是相当严。认识成哥就是大概信了耶稣几年之后呢， Tommy 和他太太当时就是很热心，对我一个做餐馆的人是很关心的。其实成哥在我的传福音的对象里面，我觉得是挺艰巨的，我不够这个人讲，因为这个人其实讲的太厉害太醒目，但我记得我当时心里面是不断为他祈祷，跟着就很奇怪，隔了一天他竟然跟我说，其实你那天讲的东西我回去真的睡不着，我真的在想，於是就說決定會跟我們回團契。感謝主耶穌透過 Jackie 和 Tommy 是很大的忍耐，很大的愛心，帶我去認識耶穌基督，我很多謝他們夫婦兩個人。在澳洲布里斯本這裡找到很好的朋友和教會，陳鴻天和太太 Jackie 都希望畢業之後能夠移民留下在這裡。當時就的移民條例就一定要回香港，當時其實有我太太有一份工，我有兩份工，其中一份那個甚至願意幫我申請過來的。於是他們夫婦兩人就在1989年回香港申請移民澳洲了。即我們有工只是想著回去拿個簽證就回來，但其實怎知回到去呢，個結局呢就個結論呢就說移民澳洲移民局就是不批。當時都會是覺得即係點解我哋喺澳洲侍奉又咁好，樣樣都咁好，點解唔俾我哋留低？咁但係好奇妙，即係神嘅計劃同我哋嘅計劃就唔同。其中一樣佢哋想像唔到嘅祝福，原來係因為佢哋留喺香港，影響到好多屋企人相信耶穌。我妹妹信耶穌啦，我弟父啦，我弟弟啦。我媽媽咧就係85年嗰陣時信耶穌，跟住就我弟弟信耶穌。我翻到香港嘅時候就係我爸爸信耶穌。我爸爸過身之前咧，其實佢都立志信主咯。我都觉得这些是 很欣慰的。陈鸿天夫妇都体会到人生的困境往往比建筑桥梁更难更复杂，但是主耶稣能够为他们筑起一道祝福的桥梁。当困难来到的时候，我都会觉得不是在那时候就是结局，神是仍然是会看着的。萧极你可以回到香港很满意，但你积极面对的时候，你想想你回到香港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理由是神要你回去的呢？而另一个祝福乃是陈鸿天博士加入了香港理工大学，还展开了他事业灿烂的一页。在大学里面就是路政署有很多的顾问工作，来跟他们一起共同研发 Structural Health Monitoring， 就是桥梁健康监察的系统的。陈鸿天其中一项成就就是参与香港青马大桥以及旁边吸水门等等的大桥的兴建。另外他亦参与香港以及世界各地的专业组织出版论文和写作，受到行内和传媒的重视，又多次得到奖项。一个人有成就不是只是你拿到好的学历就是好的成就，而是说你怎样跟人相处，你怎样 去面对逆境，这些呢全部都是造就到他现在的成功的。由2003年起，陈鸿天博士被选入科学工程世界名人录，又由2006年起被选入亚洲及太平洋国家名人录。他有今天的成就呢是神的祝福来的。而陈鸿天最重视亦最兴奋的，乃是透过在大学教书，他将基督信仰的好处同人分享。即是在大学里面教书，多些机会就跟一些国内 的研究员来到去查经。我都会讲到，其实每一个做研究的人都是相信有神的。他说为什么每个做研究都是相信有神？因为我们相信做研究的时候做很多的事是叫做可以有个重复性。即是如果啲嘢係偶然就冇重複性嘅，
即係你冇曬定律啦，冇曬偶然發生嘅時候，你做冇意思嘅。你呢一刻做嗰個嘢，嗰一刻出個第二個結果。做研究嘅人咧，就係、是、我哋揾到嗰樣嘢嘅重複性，跟住變咗個理論出嚟，嚟到去即係話啊，我一個新嘅發現。可能你信進化論或者點，但係你信極都係一個論，一個論就係又相信有個重複性。有個重複性嘅時候，邊個設計呢啲重複性呢？嗰啲學生咧，佢哋會知道啊，呢個阿 Sir 係信耶穌嘅，唔多唔少咧就會對我有少多啲嘅信任，坦誠咁樣嚟到分同我傾偈。好多人生上面嘅問題，你真係係信嘅人又要面對，唔信嘅人又要面對。但係其他嘅人係孤單咁面對呢啲困難，但係信咗耶穌嘅人，你用咗聖經嘅方法，再加上同神經歷嘅時候，神點樣帶領嘅時候咧，你係即係喺生命上面係比其他人係更加有盤嘅。本身是桥梁专家的陈鸿天博士，深知桥梁能够帮助人类跨越路障，畅通前行。而在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上，信靠耶稣亦令他跨越很多在职场上的困难。很多、要求、合理或者不合理，或者是觉得、你会不会说是、对这个好一点，对那个不好一点呢，那就会很多投诉。基督徒同出面嘅人都係一樣，都係好多困難，都會有唔如意嘅事咯。咁但係我覺得，呢啲事情唔會話令到我哋唔去信神咯。啊，過去呢十幾年裏面都即係信任俾我好多支持啊，弟兄姊妹為我禱告啊。我應該嚟講係幾灰嘅，但係呢個信仰亦都同一時間俾我變咗做好正面、好積極，就喺即係呢方面行政裏面，我都做得都即係覺得幾滿意啦。事业和学术上得到神的祝福，陈鸿天很希望在基督信仰上更进一步，所以他和家人商量祷告之后，再次申请移民澳洲，目的是在当地攻读神学课程。结果在2007年他们的移民申请批准了，但是很奇怪，真神耶稣却带领陈鸿天回去以前就读的大学度教书。原来在澳洲的校园里面，他可以继续祝福到中国的同胞。这里的中国的留学生呢，比在香港的中国留学生呢是更加困难，是很需要懂得讲他们语言帮到他们的人。 我希望可以做到这个身份。一生钟爱桥梁建筑的陈鸿天博士对生命有一个信念和体会。我1981年信耶稣，即系呢啲廿几年，即系四分一个世纪嘅信仰里边，同埋我自己嚟到感受得到，就系话中间嚟讲系有一道桥，系可以帮你由一个好逆境或者系好凄凉嘅状况里边，带到你去光明嘅状况，只系你愿唔愿意行呢条桥。认真思考陈鸿天博士的分享，亦联络恩与生命热线，让我们为你介绍耶稣基督这位生命桥梁的主宰。愿神赐福你。我自己来讲对桥梁是、就是、有很深厚的感情，我会很希望、就是、很多我身旁的人除了听我讲怎样起桥之外，或者教他们怎样起桥的时候，要去真的走下这条耶稣为我们所建造的大桥。继续迎着去，别怕输，不用垂头，上帝会听祷告。我愿凭着信靜看住，让我知道还有新机会将到。我想过我将来是将会成为一个牧师，最主要是因为我爹哋咯，第时大个为神作工就做一个牧师咯。你不要买饭饭店。OK， 谢谢你好。同我走上道，从来没身后，靠着神踏上前路寄居，挫败定会为我修补，继续迎着去，别怕输，不用垂头，上帝会听祷告。我愿凭着信靜看住，让我知道还有新机会将到。